你觉得你自己是抠门的吗？还是魏大勋更抠一点？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抠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做一个调查，看完这个片段以后，他觉得王大陆是抠门的吗？要说实话啊，一定要说实话。蛇蛇，你觉得王大陆抠不抠？不啊，不抠啊，他请我吃饭很大方。而且请的是魏大勋，你知道请魏大勋也就是那种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那魏大勋他老说他抠，他跟杨迪俩人老比着互相谁抠、啊。他们因为都是娜姐的标准，入他公司就得抠啊。娜姐应该也不抠啊。来了，你看有知情人士，不算大方，不算大方。大张伟抠吗？我抠啊。你先告诉我抠的这个定义是什么？会不会蒸埋单？ 我从来不蒸埋单。那就抠了。你可能需要横屏。啊，对 ，OK。老师，这也是我们的总导演。Hello. 你自己对谁口吃孩子是什么态度呢？可能说不出来了吧，现在。七十五了，今年。你多久没谈恋爱了？我不跟你说。那你还相信婚姻吗？我都好敢问呢。哦，直接就来。相信啊，我不喜欢离婚的那种男来的，不喜欢离婚的那种男来的。我看见要是离婚，我都觉得非常可惜啊，非常可惜啊。我天天跟我身边人说，为什么他们要离婚啊？我想他们一生一世在一起的，我非常完美的。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所以我就说其实我没什么特别好玩啊，特别搞笑啊，或许特别，你看所有艺人都觉得自个儿无聊，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笑。嗯，没什么特别，所以我都不知道开什么。